好，我是邯郸广播电视台的新闻主播。那因为前一段时间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比较紧张，所以昨天出了一点小意外，让大家担心了，非常抱歉。下面我来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。首先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河北工程大学的在校学生。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，今后呢我会锻炼好身体继续工作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工作。